今天妈妈不在家，和姐姐都不在家，我来去给奶酪抱。啊，妈妈妈妈，我过来。怎么了，宝贝啊？大鱼咬我手了。啊，你怎么上大鱼的嘴巴里干什么去啊？你是不是又偷吃了？这个怎么办呀？快来来来来，我们去找个医生吧。啊！快快快快快快！你在这等着，我去找个医生哈。找医生呢？哎，医生医生，你别玩玩具了，快来快来快来！那个，来来来，宝贝宝贝，快过来。我们宝贝的手被大鳄鱼咬住了。快快快，给他看一下这个医生，给他听一听。咚咚咚咚，没事吧？没事没事。快来，先把这个大鳄鱼先给他拔出来。哎呀，好疼啊！他手流血了，妈妈。啊！快快快快，赶紧，他手流血了。哎呦，真的好勇敢啊！这里有个创口贴，我再给你贴一个创口贴。别哈，我先抹抹药先，消消毒。还要给你包扎包扎一下，抹一抹。创口贴，快贴一下。我先拿一个刀。切嘛，你啥医生啊？哦，给他固定住，哎，对对，给他固定住，拿板。然后呢，我再贴一个胶带，来吧，你要住院。还要住院？啊，这个鳄鱼是毒的。你给他拿点药吃就得了。好嘞，好嘞。你快给他开点药吧。每天吃一颗。啊，吃一颗药，记住了啊。我先吃一颗。啊，吃吧。苦不苦啊？不苦。真勇敢，宝贝。甜啊。好甜呀！好了没有啊？好了没有啊，医生？住院你要给他送大鸡腿来。好嘞，好嘞，好嘞。那我走了，我回家了。嗯。谢谢你，谢医生。嗯。小心点啊。